你在办公室用到的那个软体最多，机率最高的一定是 Excel， 应该是应该是毋庸置疑的啦。因为目前呢、啊，只要是储存资料，或者是说你要做后续的一个资料处理、资料分析，或者是说未来要把它做出报表的话啊，应该我想第一个还是会用到 Excel 啊。而且基本上啊，几乎每一台电脑都会 Excel。那也就因为这样的关系哈，现在只要上班会用到的话，我想哈，你用 Excel 一定要懂得怎么样把 Excel 的功能发挥到，尽量是那个最大化了哈。那里面当然呢，可以至少了哈，你要会用函数，再来可能枢纽分析表你要会。所以我们上个礼拜举一个例，就是那个枢纽分析表。那这边的话哦，其实这个是我在企业上课的用到的教材，好，那我觉得这个应该对各位将来哈在就是就业上面会比较帮，因为也许你将来被面试的时候一定会问你这些问题，你到底会不会用 Excel， 你会不会用枢纽分析表，你会不会用函数，甚至你会不会录制剧集啦，或者是写一些 VBA 的程式。好啊，如果你都会的话，哇，那当然是最好的。可是如果不会，你一问三不知的话，可能哈、哦、那机会就非常的渺茫。 OK， 而且如果说你回答除了会之外啊非常会的话，哇，那更好，马上就、哦、工作就应该是没问题了。OK， 所以、哦、上个礼拜我们主要是利用那个范例档、哦、所以特别注意、哦、我们是在云端上面、哦、那还记得那个云端、哦、就gg.gg 吧、哦、还记得吧、哦、gg.gg 然后那个 PPT to Excel 嘛、哦、OK， 那进到里面的话、找到那个枢纽分析表、哦、那其实这个企业课程里面是分成基础跟进阶、啊哦、我们上礼拜是基、啊、进阶跟基础有什么差别，进阶多了程式设计，就是说用程式，也就是上个礼拜的东西、哦、你可以把它写成程式， 一键按下去、哦、上个礼拜的东西全部完成了、啊、那更好，效率更高，老板应该最喜欢你每天就是直接按钮按下去、哦、你的报表就出现了，那会是最好。可是问题难度相对的也会更高了、哦、OK， 那目前当然、哦、职场上面呢专业技能很重要，如果你要进到某些公司的话，他一定会要求你会哪些东西。那上礼拜我们是利用那个我们的范例档、哦、还记得了、哦、里面的那个通讯产品那个统计的这个原始档打开之后的话呢，我们第一个、哦、里面做了哪些事情、哦、应该还记得吧、哦、我们是查本来是这个栏不存在，那我为了就是从这个表去查这个产品名称的话、哦、有没有 Ctrl 去向下，那我可以怎么样利用查表的方式、哦、非常重要。在 Excel 里面你一定要用函数啦，那函数怎么用呢？第一个当然插入函数，用那个我们用检视与参照里面的 VLO 函数。那其实 VLO 函数在 Excel 里面的函数、哦、重要性非常的高，应该可以排在前三名吧。 OK、哦、所以你就按确定之后的话，然后查什么？哎 ，lookup value， 查那个编号，去哪边查呢？你可以用选取的，或者是你可以按 F3， 还记得吧？哈、哦，那名称我们就调出来，名称这个名称叫产品，啊，产品在这里，哦，去这个帮我查一下，我们按确定，然后查第几栏，这个范围里面的第几栏呢？第二栏，因为查一定是查第一栏，带回来资料在第二栏，好、哦，那比对方式输入0就可以了，0是要完全一样，就是一定要找到 T001。如果找不到它就出现那个错误讯息，那如果你要找接近你可以输入1啦，不过这个目前还用不到，我们先输入0好，按确定好，那可以把这个部分可以把它向下填满，就可以把它全部做完了。那其他还有像跨栏置中，你比如这个地方本来它里面是这样跨栏置中，像这样它是把很多有没有变成很多个储存格变一个储存格，不过特别注意哦，以后如果你们在用 Excel 的时候，我强烈不建议你用这个功能，虽然说看起来很漂亮，但是呢它很麻烦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要把它加上去很简单，那你要把它拿掉很麻烦，好，所以尽量不要用，尽量不要用。在 Word 里面可以用啦，因为 Word 是排版，它比较少计算，那你可以这样用，可是用 Excel 尽量不要用，虽然说它有这个功能，好，不然的话你将来哦拿就是加了之后你要把它恢复哦，实在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。那再来就是说区域部分也是一样用查询的，所以我们有建一个叫区域名称的部分，好，插入函数里面的话一样用那个 VLO 函数，或者是你用过的话最近使用过它也会跳到第一个了，按确定，然后查什么？查编号，
去哪边查呢？去这个范围查。那这个范围我取名称叫区域编号，我就按 F3， 然后我就可以给他一个区域编号，他就去这边帮我查。那查第几栏呢？查比对一定是比第一栏，那我要把第二栏带回来，那要不要 一模一样的要输入0、哦、所以呢基本上你可能要慢慢习惯、哦、在函数前面都英文的啦，可是你要把那个对应的中文意思、哦、慢慢要联想出来。那这样的好处是以后、哦、不管你有没有用过那个函数，反正你大概就知道要给它什么东西、哦、所以、哦、以后呢所有的函数250几个啦，其实它的概念都差不多。那我觉得函数最麻烦的地方、哦、就是你要看懂前面这些叙述、哦啊、其实它没办法，它都是用英文叙述，可是大概看你可以看一些关键字、哦、可能慢慢要习惯这些东西、哦、尤其是关键字像什么 table 一定是表格，所以只要看到 table 一定就是要给它一个表格范围。那 array 的话一定是一个范围，所以你要给它一个类似像这样的东西啦、啊、你按确定之后它就帮你把那个资料给带过来了。哎，不对啊，这个也不要区域编号，看一下如果错的话、哦、那你可以看一下为什么出错、哦、这个编号不对，应该是我这边 F3、哦、好像上礼拜是改成区域的样子、哦、区域按确定我看一下，哎，区域里面放的是，还是我把它改成、哦、名称太多个了，应该改区域名称是不是，我看一下啊，对，应该是区域名称 OK、哦啊、所以、哦、有的时候如果你不确定说这个对不对啦，有你稍微瞄一下这边，它一定是一个大括弧开头，如果是一个范围的话那一定会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、哦、然后加分号就是第二个第二列啦、哦、有没有，这边有相关序、啊、大家看一下就比较不会出错。那按确定之后的话呢就应该 没有问题。那如果说实在还是出错的话怎么办呢？我建议你可以到哪里呢？公式里面的名称管理员 OK、哦、所以上个礼拜可能同学出错就是出现错误最多的是这个东西啦，就是说那个名称到底对应到哪个范围，如果你不确定的话那你可以切到公式的名称管理员、哦、像刚刚我是用区域编号，那区域编号到底指的是哪个范围我不知道的话，你点选它之后下方会出现，所以你再点下方一下它就会切到那个你的范围，并且用那个虚线符号告诉你说啊、哦，你那个区域编号是指这里，有没有？哎，马上就知道说哦，不对，不是这里，那应该哪里呢？那看一下区域名称，区域名称再点一下，哎，这个地方就对了。好、哦，那如果说未来、哦、名称错的话特别注意啊，你 VLOOK 函数结果也会一定是错误的，所以呢假如名称对应错的范围、哦、你可以做修改，那你可以把它改完之后，比如说改一下，改完之后记得这边有个打勾，你可以怎么样就是确定、哦、把它修改打个勾，它就会帮你把它重新修改，那以后呢范围不对它就帮你修正过来了、哦、所以这个部分的话要特别注意用名称的方式、哦、那上个礼拜的话我们还有做一个所谓的那个简易的简报，这个简报里面呢大概会有几个问题还记得吧、哦、比如说我今天想要知道说啊，哎，这家公司呢在101年102年里面呢卖了 几个像大哥大手机这样的产品几个哦，那还有另外的话不跟你讲几笔啦、哦、就是说它的订单有几笔，这样算一笔、哦、那里面的话销售台数总共几台，还有呢它卖了多少钱。那如果我想要知道这个讯息的话有两个方法应该还记得吧，这个可能要删掉有没有，诶你可能就要自己建一个表格，这个就是所谓的简易报表，这个报表里面的话呢就是我要算里面有几笔，那几笔以前如果你不会用函数的话你变成要远近看啊，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、啊、对七个，那你总我跟你讲不然以后这样的七个，我跟你讲如果老板看到你这样做可能真的很想叫你明天不要来了、哦、OK、哦、不过你不要真的明天不要来后天又来了，老板说你来干嘛，你不是叫我明天不要来那我后天又来了、哦、因为我看网络上有个笑话是这样的、哦、好，那所以这个地方怎么算呢，哎，特别注意哦，插入笔数还记得吧，所以以后我们期末考啊，如果也许我给你一个这样的话，请你帮我算前面的东西，
哦，哎，这里的话还记得吧？这边要康一夫，这边要三一夫，好、哦，有没有印象？就是插入函数有没有？我们可以用一个什么呢？康一夫在哪里呢？在统计类哦，所以这个以后你可能要找得到哦。你要算几个哦？如果你不会，你变成要土法炼钢啊。里面有一个叫统计类，里面有一个叫 count if 的函数。那这个 count if 的话呢，它可以做什么呢？它有两个问题。哎，请问你的范围 range 在哪里？就是你要去哪边找？那当然你可以切到前面，把什么呢？把这个范围选给它，好，或者是说呢，把这个产品名称建一个名，就是建一个叫产品名称的范围啊，所以这边我已经建了，上个礼拜有建嘛，所以你可以按 F3 把产品名称给他，产品名称给他，然后呢跟他讲说啊，你帮我找在这个范围里面找什么呢？找那个大哥大手机这个产品大概有几个，那你会发现他就会帮你什么一个一个去数啦。不过呢这个是用这个就是 Excel 帮你数出来的结果啦齁。啊，这个其实就应该结果一定不会错啦，理论上哦，我反而比较相信电脑哦，用人工数反而容易出错。那你按个确定之后的话，再来的话你就向下填满，他就帮你全部数完了。那至于说你卖了多少台数哈，他可以帮你加总。加总的话呢，就是说，哎，这个2000台再加800台，哎，再加500台，哇，你要一直累加。可是如果说你要一次全部加完的话，那你可以怎么用那个插入函数里面用那个不是统计哦，这个可能用数学里面的三米符啊，数学与三角里面有个叫三米符的函数，那把这个三米符三个问题给他，第一个是一样 F3 哈、哦，我要找什么呢？找那个产品的名称的那个范围啊、哦，就是前面这个。第二个是你要查什么啊、哦？一样就是大哥大手机，所以。range 跟 criteria 跟前面 count 不一样，不一样的地方说你加总的范围在哪里？那我加总的范围是在产品名称里面的那个台数，好，所以呢，要不就是你这样选的，要不就是一样，你给他一个什么？给他一个名称。所以我之前已经定义好一个名称叫单位台，那么就这一个，然后按确定，他也会帮我把它加总起来，向下填满就完成。好，然后销售额的话呢，其实也是雷同，最近使用过的。三米符、一样是 F3 去找那个产品名称嘛、哦、产品名称找什么呢？找它，然后加总的话呢就加总 F3， 因为我有给一个名称叫应该是销售额 OK、哦、然后就帮我把它加起来、哦、所以销售金额就算出来了。那所以可以看出来、哦、这家公司销售金额最大的还是以那个 这个产品为主力啦、哦、啊，销售的台数也是最多的，虽然它的订单的笔数不多，但是你会发现这个是主力产品、哦、那可是呢我未来、哦、如果是要想要知道说101年跟102年比有没有成长或衰退，那也可以当成是未来、哦、就是在这个主导那个未来的那个就是销售方针、哦、的那个、参考、哦、OK。 那另外就是制作出那个枢纽分析表、哦、部分。那今天的话呢，我们要接着来看哦。如果说我今天希望哦，做出的那个的那个枢纽分析表再稍微复杂一点点，好，所以你们可以参考一下那个原装白板的基础班里面哦，就会有那个最后我假设要做出类似像这样的分析，这样的分析里面有哪一些哦？你会发现哦，在这个上方这个叫蓝标签，它里面。要统计哪一区有没有，然后呢在列标签里面呢有那个什么产品名称，底下还可以哪一不同年份哦。那如果说我想要做出像这样的枢纽分析表的话该怎么做、哦、那请各位先把那个上个礼拜的部分呢先复习一下，那我们接着再来看那个如何把那个枢纽分析表、哦、再稍微做稍微复杂的一点点应用哦。